流行教主应该蔡依林，电眼教主张韶涵，张韶涵，然后甜心，甜心，王心凌，王心凌，可爱是杨丞琳，恭喜答对，哎呦，好厉害！灯不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，请问这句经典 slogan 是出自哪个综艺节目？这么简单，好，凡哥的分手擂台。恭喜答对！对啊，不是，他们都会一直 Q 说眼泪眼泪，哭哭哭哭，效果演员二十分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哎哎哎，标准，有有有，更是沈玉玲，哎，那水清无疑，嘴贱无敌，爱容，哇，对哈，哎，强轩你怎么就躲在人群中不见？跟他对，小甜甜了吧，就没有了。现在剩谁？可云、森达、可云、还有 Daisy、森达、Daisy、Daisy， 剩这三个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就选色系跟我很像的 Daisy。哦，就是你外表很漂亮，应该不会那么聪明。顺便夸奖自己，连嘴巴都这么这么和蔼，啊、对不对？真的吗？要骂人之前就先夸奖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他很像年轻版的王彩华吗？很不错，没错，很漂亮。好，小编啊，好，请出题。Daisy， 哎，九号题，请出题。台湾四大教主。指2000年活跃在演艺圈的四位台湾女艺人，请分别说出流行教主、电眼教主、甜心教主、可爱教主四人分别是谁？哦，我哦，好，有答案，来。那流行教主应该蔡依林，电眼教主张韶涵，张韶。然后甜心，甜心，王心凌，王心凌，可爱是杨丞琳，恭喜答对，哎呦，好厉害，很厉害，哎呦，哎，这一个只从鸡头好了，鸡头，对，有电眼就鸡头，你鸡头，鸡头，鸡头，打开，你拿，29号，请出题，哪里？2021年截至今日，有三部国片破亿，请说出是哪三部。我那我想这个要想一下，这个有难哦。举牌的就必须要立刻回答。月老一定有，月老。哎，旁边讨论不要太大声，不可以讨论。当男人恋爱时，当男人恋爱时，破六亿了。最后一个，脚头，脚头，脚头烂榴莲吗？是吗？脚头弄榴莲，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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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榴莲，泰国才会是弄榴莲啊？确定吗？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，对，我确定。恭喜答对！好厉害，好有戏哦！对啊，所以浪榴莲是过年的时候当男人恋爱时，现在不行了吧？对不起了，对月老定有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快六亿了，对啊，六亿。那月老刚上，这戏真的也还不错，都是靠那个那个邱泽跟那个徐若瑄。对，本来就是啊，就是我在跳舞。好，两题都答对了，恭喜！晋级淘汰，再次好，剩下两个啦，剩两个人，可云跟森达对决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哇哇！好嘞，这个强强对决哦，18号进，请出题。灯不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，请问这句经典 slogan 是出自哪个综艺节目？这么简单。好，凡哥的分手擂台。恭喜答对！对啊，果然是出大问题，是因为我男朋友来，然后就拉一条狗，他爱上一条狗，还有附身在伞上面，他带一把雨
参考《乌盆记》的那个，其实也是。然后雨伞要打开才能讲话。收音给雨伞来。神经病。好，第三题，沙漠题，请出题。请连续做出这五人的招牌动作与口头禅。什么？赵正平、沈玉琳、费玉清、蔡康永、五棍阿贝，来。好，沈玉琳。为什么地上有洞？我知道。费玉清。先生，你有耳鸣。是这样子。这是什么？这不算啦。让他做完，让他做完。蔡康永。哎呀，天上鸟儿飞。欢迎收看《康熙来了》。接下来换你，换我是，你也可以，我们会评断，上台评分，大会评分，正评，大会评分，哼，哎，对了，哎，有有有，沈玉琳，哎，那水清无疑，绝剑无敌，有有，费玉费玉清，让大家久等，好笑好笑，蔡蔡康永。这个比较烂一点，你不要自己讲，还要跟评审解释。五棍阿伯，嘟，来，怎么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评审长，我先的吧。这怎么办？但是你那个费玉清实在不太到，那个什么鸟什么死掉那个，你刚那个模仿，你刚那个模仿，你就要负他封麦一半的责任。我是觉得这一分就算平手，好吧？算平手，好了，所以就一分而已。那你替我排喽，我们都不加分。替你排喽，哦，表演题啊，21题，请出题。请问这是哪一位演员的声音？我跟你讲，你破到底嘛，老板，是你看过多少集啦？可丽姐吗？对，恭喜答对，好强哎！厉害了，厉害了，苗可丽了，对，来我们配给会嘛，厉害厉害，哦，听听看啦，你看。我跟你讲，你破到底嘛，老板，是你看过多少集啦？你那么死了钱怎么？你那么在那套路啦？你要出双个腿无咯？你那上好死啊！骨头我割开剥嘞！啊！有这样秀慧姐，好强啊！恭喜顺利淘汰杨森达。